假合理。什么玩意儿啊！新春新地吃土，一个很稀奇的人格，以唐人师傅为主题。他这个二技能虚佐唐人，有点东西，但是不多。二技能变唐人的时候呢，释放技能是处于一个霸体状态，打不碎。哎，不过呢，如果你没放技能的时候呢，那可以说是一碰就碎。就这个形象，你要不说，我还以为他是做大肠的呢。啊，长这么大一坨，那必然不能怂。开局往前走，一拳打断对面起身，先别收回，直接通灵顶火，然后再收回来，开甲合体，而且呢还捡了一手冷却，连不上没关系，找准位置，技能霸气，直接冲过去，唐人形态，普攻 A 两下，对面有雷电击，二技能长按，直接放反，抓住和起飞，火箭同锤加组合技，震撼到地上一顿锤呀、啊，真狠啊！哎，伤害还不低，打完就跑，减舒服一点，取消唐人形态，跑得快，追不上，一顿小手，来不及握手，走位多技能，没技能了，那怎么办呢 ？OK， 就要通灵了，没关系。等他过来，他们快结束的时候，替身没有技能，一拳打飞，普攻 A 两下，铠甲合体，六个技能跑路用，替身好了，没事先走位，快追杀了，技能顶一下，回头直接 OK 被打断，没事接不上，给过你机会了，你给我一口火，那么我是一拳，你该怎么躲？